完全不怕他，打我们都不叫因为大就是他两连套的时候可能有点猛，但他两连套我们这把可能已经升装了，说实话很难会吗？我这上班看不了，我只能说我是穷粉丝，演唱会没看过，但是他的歌我会背很多，我会背他三十三首。我是他的技术粉，知道吧？我是技术粉，对，唱他歌，我会背，你知道吧？看不了。放着没闪现的，我死。OK OK。要什么？还有饼干。你想干嘛，哥们？我感觉我要杀你了呀，你知道吗？把他换了吧，不给他吃冰。带走，急了，他 TP 出来还玩不了。不客气了呀，各位，这一波收割完，他们就没得玩了。我被看到了，这个线有点难受呀。龙王雷也不怕呀，兄弟们。本来又怎么样了？就杀，杀一个是一个。来来来，真的扛他，挖地地扛扛挖地地。我发命了，我感觉挖地地扛他就好了。我扛的话，我肯定要被换。不过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决心了。哦，准啊！你扛你扛，兄弟，快点灯笼！哎呦，我们这配合可以，有资格当我的保镖，确实。我再试探你一下，这东西有个试用期，我看他后面表现怎么样。好 EQ 必死，是啊，蓝 buff 到手，等他挖一下。打断龙王，现在飞天我 Q 打断不了吗？现在好，其实我出来找的，其实但是我出来晚的话，我怕他把线推过去，我怕他把线推过去来不及了。没压吗？哎呦，我的主播还得死，我撞墙了，我操！来，你敢说这个啥吗？龙王，来守一个我看看，等他用完所有技能，我们再给他秒了。那也在了，挖过去，对对对，真猛！哦，我走，他飞不到我了，没事，他肯定刷这个的，把他秒了，看到没？我们先秒他啊，不要被他找到了，该兄弟吗？查一下，记起来。嗯、啊 ，A W 带走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还在跟我作对。哎，我被他吸了。没什么蓝了，我操。应该走得掉，等我一下。好，皇子没杀，我现在就要削你的锐气，皇子，你得放弃了。
绝对够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我得逼了，我猜的，逼他放个短袖 Q 一下，还有 W 拿不走，把他带走，那个啊 ，KD 带走，简单，我叠一下他上去吧，上去没事的，无敌的男人。哎，拿不走，他可怜了，太冷，点来挂一下吧，我怕他们死。说实话，没事，等他们追过来，这里应该没眼，让他们追就行了。先杀乌鸦吧。石头人的大招是什么意思呀？哎，不想推，我再买个帽子吧。带走，开杀喽！我技能，别急，他过去 W 一个 E， 就啊，潘扎 Q， 鳄鱼下三年干嘛？鳄鱼还帮留人是吧？好意心领了兄弟啊，快来把我头给 K 了吧！